住叫我可安歇，青草地是我主，是我可安躺。你怀内得更新，我心苏醒，唯在你里面得满足。溪水旁是我主，叫我可安歇，青草地是我主，是我可安躺。你怀内得更新，我心苏醒，唯在你里面得满足。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着你的安稳得丰盛，福杯满溢，在这生尚有恩典不断紧追着我，愿住在你爱里直到永远。溪水旁是我主，叫我可安歇，青草地是我主，是我可安躺。你怀内得更新，我心苏醒，唯在你里面得满足。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着你的福杯满溢，在这生尚有恩典不断紧随着我，愿住在你爱里直到永远。纵经过死荫一角，你也与我渡过，不怕遭害，因有你伴在我。千军是你恩手保护我，安慰我，拖大我，现恩典高护我。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着你的安稳得丰盛，福杯满溢，在这生尚有恩典不断紧随着我，愿靠着你大爱，风雨中平安不改。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着你的安稳得丰盛，福杯满溢，在这生尚有恩典不断紧随着我，愿住在你爱里直到永远，愿住在你爱里直到永远。想狂风或暴雨，有你同在，未怕
黑暗遮盖，你大能浮庇我，傍庇未曾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完全。无论明天会是成功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傍庇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无论明天会是成功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傍庇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与你一起冲破。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
弟兄姊妹早晨，欢迎你今朝早参加哥伦的网上崇拜。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到哥伦基督教会的话，你可以跟着这个 QR Code 来到填写一张网上的联系卡，让我们可以同你打个招呼来到认识你的。又或者如果你想认识教会更加多，或者你有一些祷告事项很想牧者为你来到代祷的话，你都可以跟着这个 QR Code 填写一张联系卡，让我们可以接触到你的。今朝早咧，我哋有两项嘅报告，请大家留意嘅。第一咧，就系我哋嘅行政同工咧 ，Winnie 咧，啱啱喺度预备紧2021年嘅退税收条。我哋咧打算咧喺2月16日咧，会以电邮嘅方式嚟到发出俾你嘅。如果你嘅电邮地址有所更改嘅话咧，又或者你想收到一张实体嘅收条嘅话咧，请你尽快同 Winnie 嚟到联络啦，让我哋咧可以同你跟进嘅。進入2月份，我們的網上的青年崇拜和網上的兒童崇拜已經開始了。如果你有小孩子或者你有青年人，你想他參加到這個崇拜的話，請你到我們的網站 mykec.ca 來到登記報名，我們的同工就會盡快和你聯絡了。請弟兄姊妹起立，預備我們的心，一起來到開始今早的敬拜。我会用诗篇第84篇来到预备大家的心的，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祈祷。诗篇第84篇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多么可爱！我的灵渴想耶和华的院子，我的心、我的身向永活神来到去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找到了住处，燕子也为自己找到了安置又错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通往圣殿大道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们经过那个干旱的山谷，竟然将那个谷变为泉源之地，更加有秋雨使这个谷到处都是水池。他们行走的时候，力上加力，直到各人来到石安朝见神。神啊，在你的院子里面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愿站在我的神的殿的门槛之上，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赐下恩典和光荣，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万军之神啊，倚靠你的人实在是有福的。 Amen。 哪怕是困苦吗？哪怕是饥饿吗？都不能叫
遮盖，你大能浮庇我，傍庇未曾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完全。无论明天会是成功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傍庇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无论明天会是成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傍庇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
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如难关与你一起冲破。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患边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来日无论患边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各位弟兄姊妹请坐。阿 Ray 呢是我呢多年里面呢认识的一个的好朋友。其实呢识他的人都知道呢他是一个呢做事很认真的一个的人。原因就是其实他对自己做人做事呢其实他都是很有要求的。我记得呢在早几年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负责呢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的一个的安息礼拜。那次的安息礼拜我记得阿 Ray 都有来。不過呢他是去到很遲呢他先來走入這個禮堂裡面。不過當時我離遠見到他走進來，其實我直覺已經覺得阿 Ray 好像不是很妥喎。於是完了安息禮拜之後呢，其實我就第一時間走埋去阿 Ray 的身邊，你都跟他講兩句。講兩句之後我就很快脆單刀直入咁樣，我就問弟兄啦。我就問弟兄啊，其實你近排是不是覺得有些東西不是很妥呢？經我咁樣一問嘅時候，阿 Ray 先至開始吞吞吐吐咁樣同我講，佢話原來喺過去嗰兩個月咧，佢就已經患上咗呢一個嘅抑鬱症。佢話喺嗰段嘅時候，佢嘅情緒成日都好低落嘅，到一個地步咧，佢成日只係想匿喺屋企，唔出街，唔翻工。佢話就連啊喺屋企裏面個女喺度睇緊卡通片，睇 Finding Nemo 啊，裡面有一啲嘅場面都會令到佢感覺到不安。當時我因為在那個安息禮拜當中我還有其他任務在身，所以我只能夠跟他講兩句，我就嗱嗱臨咁樣拉埋他一旁來到去祈禱了。是不是我覺得當時裡面我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才要祈禱呢？其實正好相反，其實我認為在那一刻裡面最好的方法就是為他祈禱。因為我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人能夠可以幫到我這位朋友的話，我相信神必定有他的能力能夠可以幫到我這個朋友。於是其實由那天開始，我就不斷地在禱告裡面來到紀念到 Ray 的身體，他的精神，也都久不久我發短信給他，來到安慰他，來到鼓勵他，而不知不覺之間這樣就過了一年了。一年之後我們又有機會跟一班的教會裡面的好朋友走出來聊天。我記得那次的裡面 Ray 呢就很有勇氣地在大家的面前你分享他過去一年裡面在這個抑鬱當中所走過的路，其中裡面所給他的經歷。他說呢其實在那段路裡面呢真的很難行的，不過在走的過程的裡面其實卻是讓他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原來他的人生他的生命是多麼需要上帝。他说在那段的时候其实他能够做的就只是不断地呼求上帝的拯救。不过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觉得上帝迟迟都不回应他的祷告。于是他回去他问他的 counselor， 他问他的 counselor， 我可以怎样啊？他的 counselor 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counselor 就不断地去鼓励他了，你倚靠上帝啦。即使就是觉得神迟迟都未到未来了去救他都好，这个 counselor 仍然都是不断去鼓励住 Ray 说，你继续等上帝的工作，你继续的来到去倚靠上帝。就是这样，就是用了相当的时间 Ray 说他不断的在这里挣扎，不断的在这里等待，但是却慢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的里面他明白到一样东西，就是原来不是上帝迟迟不来救他，而是过去的里面他发现是他自己一直将自己困在自己的问题的里面，甚至乎将上帝对他的回应，对他的祷告的回应，去放在一种他认为应该要是这样的一个框框之内。
佢話俾我哋聽，當時佢裏面佢諗住就係神要點樣回應佢嘅禱告啊？一定要係喺特定嘅時間，一種咧佢能夠想像到嘅方式，甚至乎係要有某種效果嘅。佢話咁樣先至佢覺得算數。嗱，結果係點啊？結果就係事實唔係上帝遲到，事實就係佢自己信上帝信得太遲鈍。嗱，佢睇唔見。上帝原來過去裏面一直對佢嘅困難、對佢嘅禱求有著合時並且合適嘅幫助。佢話喺嗰陣時候，佢先慢慢醒悟。佢醒悟啲咩？佢醒悟原來喺佢嘅生命當中，喺佢嘅個性嘅裏面，原來係有好多嘅缺點，有好多嘅驕傲，有好多嘅執著。而呢啲嘅缺點、驕傲同埋執著咧，係令到佢今日嚟到去進入呢一個嘅抑鬱，原來呢一個先至係嗰個嘅真相。而當佢了解咗、明白咗、醒悟咗之後，其實佢話由嗰陣時開始，佢先至慢慢嘅真正去體會得到神對佢嘅安慰，同埋對生命嘅糾正，經歷到上帝對佢一步一步嘅醫治。你知唔知啊？當我聽住阿 Ray 嘅分享嘅時候，其實我心裡面咧，我都感覺到有好大嘅共鳴。因為咧過去裏面咧，我自己都曾經有同類型嘅經歷，都走過入呢個抑鬱嘅幽谷嘅裏面。而當時咧，我諗我同阿 Ray 嗰個經歷都係一樣，就係我能夠做嘅就只係瞓喺張床上面嚟到呼求上帝，而我甚至乎覺得就係上帝啊，究竟你有冇聽我祈禱噶？點解你遲遲都唔嚟咧救我嘅咧？到最後，我發現我以為我喺度等上帝，但誰不知其實係上帝等我咯。上帝等緊我點樣喺個困難當中醒悟，上帝等緊我點樣透過一個掙扎嘅經歷當中嚟到係成長，上帝等緊我嚟到係願意放低我自己以往嘅固執同埋驕傲，甚至乎上帝等緊我去明白原來我有幾需要上帝喺我嘅生命嘅裏面。歸根究底，我諗翻轉頭，其實係我自己太睇小上帝，係我將佢嘅能力同埋佢可以喺我身上面所做嘅工作局限喺一種我覺得應該係咁啊，我應該要睇到，我應該能夠想像到，甚至乎理解到嘅一個嘅可能性上面，將我自己嘅想法一點一滴咁樣嚟到凌駕喺上帝嘅心意嘅上面。而令到我對上帝的信心大打折扣，甚至乎我就在他的面前很大膽地問，神啊，你是不是真的在這裡？神，你是不是真的有聽我祈禱？神啊，你是不是真的愛我？弟兄姊妹，其實你有沒有聽過在約翰福音的裡面一個有關於耶穌、馬大、瑪利亞和他的弟弟拉撒路之間的故事？我之所以提這個故事，原因就是 我覺得過去的裡面，我和阿 Ray 在抑鬱當中的經歷，其實跟這個故事裡面所講的情節和裡面所講 的教導，其實有很多很相似和很吻合的一些地方。這個故事講什麼呢？就是這樣的。話說有一天，就是拉撒路那個做弟弟的呢，他就病重啊，病到呢聖經裡面講到啊，他幾乎要死的添。於是呢，那個家姐就是馬大和瑪利亞呢，於是就去托人咧嚟到要揾耶穌。嗱，呢班人嚟到就話俾耶穌聽啦，就係話啊，你所愛嘅嗰個嘅拉撒路而家病重啊。嗱，聖經咧雖然咧冇交代呢一班人究竟嚟到耶穌嘅面前，佢講完呢個信息之後，其實佢哋有咩要求冇講。不過咧，你都可以想像啊，啊，佢哋嗰個嘅想望咧，應該都會係盼望耶穌一聽完呢個消息，就放低所有嘅嘢，快馬加鞭咁樣嚟咧，係去到拉撒路嘅嗰屋企嘅裏面啊，因為佢哋盼望咧，就係當耶穌如果能夠及時嘅講到嘅話咧，啊，拉撒路咧應該就唔使死啦。有呢個想望，其實都係好自然。因為原因就是其實眾所周知，就是耶穌和馬大、瑪利亞、拉撒路這一家其實那個關係是非常之密切。如果不是的話，約翰都不會在這裡形容啊，在聖經裡面形容說拉撒路是那個耶穌所愛的拉撒路。不過你以為耶穌應該立時動身嗎？誰不知耶穌聽完這個消息之後呢，又不是立刻動身喎。他反而在當地再留多兩日，然之後他先至嚟到啟程。而當耶穌真係嚟到馬大屋企嘅時候，嗨，弊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原來拉撒路已經過咗身，拉撒路已經死了四日。咁所以當耶穌入村嘅時候，聖經點樣描述當時嘅情況呢？
聖經裡面就是這樣的描述，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節，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去迎接他，瑪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馬大對耶穌說，主啊，如果你早在這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但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麼，神必賜給你。弟兄姊妹，當你聽完馬大這一番的說話的時候，即其實你會有什麼感覺呢？你會覺得馬大的心情究竟是怎樣呢？其實當初呢，我去看這一番的說話的時候呢，我心裡面都沒什麼想法的。因為耶穌來到的時候，拉撒路已經死了四日，這個的而且確是那個鐵一般的事實。馬大其實再講啲乜嘢嘅説話都好，其實裡面都係表達緊佢自己心裡面嗰一份嘅憂愁同埋嗰份嘅傷感。不過當如果我再仔細嘅去睇呢一番嘅説話裡面嘅內容同埋馬大用嘅措辭嘅話，你睇下佢咁講啊，佢話：主啊，如果你早在這裡，我嘅兄弟就不會死了。我就發現到一樣嘢，就係、是。原来马大在这句说话背后是有骨的。这句说话所表达的就是他觉得，就是拉撒路之所以要死，是因为耶稣迟到咯。耶稣啊，你现在才来其实有什么用呢？是你令到拉撒路救不回的，令到他现在要死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即马大当时那一份的心情，失望啦，悲哀啦，但同样地带少少气愤。是啊，他向耶稣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不过在一种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你更加意会得到这一番的说话，其实只不过是一番讽刺耶稣的说话。其实骨子里的意思依然是，耶稣说你现在来又有什么的作用呢？你现在才来其实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耶稣早一点来赶得切，拉撒路就真的会没事的呢？我只能够说这个可能都是只不过是马大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主耶稣他怎样回答呢？主耶稣回答了一句很惊人，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听完了这一句的时候，他又回应，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究竟马大其实在说什么呢？弟兄姊妹，马大的意思其实基本上跟耶稣啊，我就知道我妈妈是女人，其实都差不多意思。耶稣说他的兄弟必会复活，你说马大信不信啊？马大当然说信啦，他自己说他信啦。不过在马大有限的理解和有限的想象力的里面，他认为复活就只能够可以在将来，就是末日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对他来讲，他就知道拉撒路始终有一天会复活。但是这样又怎样呢？因为个事实就是现在拉撒路真的已经死了嘛，而他已经死了了，为什么啊？是因为耶稣你太迟了。弟兄姊妹啊，你觉不觉得这番说话背后的意思其实都很面善 你有没有听过你身边有人都讲过类同的说话，又或者可能你自己都讲过，又或者你未必讲过，但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对上帝都有曾经有想过的时候。特别就是当我们正处于一种很艰难的时段的里面，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疫情的当中，其实我们都会问的，就是为什么神啊，你迟迟都不带我们走出这个疫情的呢？我够知道要倚靠神了，但是怎么倚靠呢？如果你是信实的话，为什么你迟迟都不来啊？仿佛呢，好像今天的里面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的艰难呢，其实呢，上帝都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一样。讲真的，其实马大的经历其实真的跟我们今天的经历和体会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他都生活在一种对眼前的状况充满着很多的沮丧，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解，甚至乎不忿的情绪当中。他其实都在问上帝，
就是神啊，当我的细佬有事的时候，为什么你迟迟都未来到我的里面呢？耶稣怎样回应马大这一番的质疑呢？耶稣他的回应就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于是马大就回答了，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耶稣问马大有什么问题？耶稣问马大就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你信不信？马大的回应就是，我信了。 In fact 他再补多两句，就是我就已经信了，你是尼赛亚嘛，你是救世主嘛。老实说，我真的不太肯定马大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我都挺肯定一件事，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他很明显地其实仍然在那一刻里面，他将他自己的眼界是困在他自己眼前的问题的里面，他将他的想象力限制在他自己的期望的当中，而对他来说，拉撒路现在这一刻的而且确已经死了， That's it、局已经定了，是不是？所以在他的角度来说，耶稣这一刻里面，其实你再说些什么都没有用，又或者这样说，你再说些什么都不可能再是现在式。所以耶稣说，他说复活这件事的时候，对他来说这个只能够是将来式，只能够在天上面才能够可以发生的一件事。但是马大他却怎么都估不到的一件事，就是今次耶稣的意思不是将来式，耶稣的意思真的讲紧而家。当耶稣向马大话，佢话你的兄弟必要复活的时候，耶稣真的讲紧拉撒路的下一刻就要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但马大佢听唔明，系因为佢就系俾自己嘅想象力限制咗自己，俾面前嘅困难限制咗自己，以至于佢根本唔能够想象，并且唔能够相信，就系耶稣有咁嘅能力，就喺而家呢刻嘅里面，让呢一个嘅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于是，当佢听完咗耶稣呢一番嘅说话之后，佢有咩嘅举动啊？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佢转身就走入屋嘅里面。马大说了这些话，就回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暗暗地说，老师来了，他叫你。入到屋，马大就是随口这样跟玛利亚讲了一番这样的说话。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叫马大说要入去找玛利亚？是不是要叫玛利亚？你看由头到尾都没有。所以这一番的说话，你又能够可以体会到马大又是讲一番晦气的说话，意思就是说，玛利亚，轮到你了，你去招呼老师了，我都不想再跟他讲嘢了已经。于是玛利亚就走到耶稣的面前，又跟耶稣讲埋同一番的说话，不过我相信这一番的说话应该语气会好一点的。主啊，你做一些事，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不过同样地，玛利亚都是带着一份无望的情绪在当中。而面对着眼前的马大和玛利亚这一种这么复杂的情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连耶稣都为之动容。约翰福音第11章33节，耶稣看见他在哭，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啊？他们说，主啊，请来看。耶稣哭了。其实尽管耶稣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主耶稣却依然的是很谅解人心里面在一种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个难处和那份的哀伤。所以你可以见到神对人的心其实是何等的贴近。而耶稣来到拉撒路安葬的地方的时候，他跟那班人讲什么呢？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了，就是耶稣来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就邀请他们要将那块拦住这个拉撒路的坟墓那块石头来到拿开。不过当他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那位的马大他依然带着一份很绝望的一个语气来到向耶稣解释，都死了四日了，
屍身都發臭啦。呢一番嘅説話，卻冇令到耶穌有任何嘅猶豫。相反，佢仍然嘅嚟到邀請呢一班人將嗰個擋住墳墓前面嘅石頭嚟到移開。而當呢一個石頭被移開之後，耶穌就做出咗一個好重大嘅動作啦。就是他举目向天的来到去祷告，他就是这样说，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的来到去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他就说了，拉撒路你出来。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在黑暗的坟墓的中间，忽然间有个黑影一步一步的来到走出来，而就在一个众目睽睽底下，就在一种没人能够幻想到预料到的情况之下，拉撒路就一步一步这样从坟营当中走出来。而这个的景象就正正应验了主耶稣对马大先前所讲的说话，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在场的人当然很哗然啦，是吧？因为根本上就是没有人预料得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甚至乎没有人会认为主耶稣他是有这样的能力。你说医人就得啫，但是现在叫人从死里面复活，他们是从来没有想象过，人都死了但竟然都能够可以复活。约翰说这件事其实影响了当时很多的人，所以他这样写，他说有许多在玛利亚那里去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作的事就信了他。圣经虽然没有讲到究竟这一班人究竟信耶稣些什么，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起码马大和玛利亚，我想尤其是马大，他在那一刻里面一定会觉得，就是他过去的里面他对主耶稣那一份的信心，那一份的依靠真的来得真的挺迟钝。他们一路以为已经已成定局了，死局来的了，以为耶稣你迟到、哦、你迟到的时候你就是导致我们这一班人承受面前这一切的伤痛，但是谁不知的就是耶稣竟然有能力在一种人以为定局的局面的里面为他们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弟兄姊妹，正如我一开始所说，我是觉得这个故事跟我们是很相似，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就是跟马大和玛利亚经历和他的反应都有很多 很吻合的一个的地方。此在吻合在就是我们同样地都是带着一种很有限的眼界和理解能力去判断我们眼前的问题和形势。而每每当我们以为事情已经落到一种我们没办法控制了，我们控制不到了，没弯转了，来不到有出路的时间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会盖棺定论了。我们认为就是没得搞的了，不掂的了，死梗的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去质疑上帝，为什么你没有回应啊？为什么你迟迟都不来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啊？而当我们以为这个是纯属上帝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真相是什么呢？其实那个真相是个问题反而应该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情绪限制了我们对上帝那一份的想象力。是我们被我们眼前的困难来到困住我们的自己，我们以为神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帮我解决，神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回应我的祷告，甚至乎神根本听不到我的祷告，于是他姗姗来迟。但原来事实未必是这样，原来的事实可能是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时间，要用一种我们想象不到预料不到的方法来回应我们的祷求。于是到头来其实不是上帝不听，不是上帝迟到，而是我们小看了上帝的工作和能力。而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提醒到我们，
佢提醒到我哋，原来我哋人系几咁嘅有限制，我哋人系几咁嘅短视。但系同时间呢个故事亦都提醒咗我哋，就系神原来系一个超越嘅上帝，神系一个超越时间嘅上帝，而神嘅能力从来都唔受人嘅时间所限制同埋影响。点解啊？因为神系一位创造万有嘅上帝啊嘛。神是那位创造时间的上帝嘛。他除了超越时间的框框之外，同样地他是一位掌管时间掌管万有的上帝。在宇宙一切的事情的上面，他其实是拥有着绝对的主权和能力。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其实他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是一种不受时间和人的限制所限制的状态的底下，来到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间和方式上面去成就他自己最美善的工作，甚至乎是对我们的生命最好的工作和计划。只因为唯有神才知道最清楚，其实整件事的里面究竟哪个叫做最适合的方法，哪个叫做最合适的时机，甚至乎回应我们最合适的需要。就好像当耶稣来到去拉撒路的坟前，他要求去打开这个坟墓。当众人觉得打开来做什么，打开来做有什么用，都臭晒了已经。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的回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神的荣耀在哪里见到？神竟然可以在一种全人类都觉得绝望、全人类都觉得已成定局的境况的当中，让人见到甚至乎享受到他最大的荣耀。弟兄姊妹，或许这个是被人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照顾和安慰的一个时段。弟兄姊妹，人会迟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身边的问题，我们是没有能力、没有绝对的能力来到去掌控和来到控制。若然我们相信就是神是有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神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上帝，又是一位全善全美的上帝的话，那我就会问他可不可能迟到呢？或许是我们觉得他迟了，但其实真相就是神去选择他知道最好的时间，将一件最好的事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一个最适当的方法的底下、最适合的环境的底下来到去成就。所以若然你今天依然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迟迟都未来啊，但你又明白刚才我们所讲这个故事对我们的提醒，我想牧者可以鼓励你，我们从三方面来到去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第一，你就首先这样放手去相信神掌管最合适的时间。在这里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学去放手，因为我们要相信上帝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先要学去放手，就是放低我自己那只手。因为你不放低你自己那只手，仍然在走一些你过去的里面的想法、你的那个框框或者你那些的理解能力、你这些有限的想象力的话，其实你是很难来到信上帝的，到头来你信自己多过信上帝。而现实就是真的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放手的，将我们困在自己的骄傲和自我的当中，以致我们宁愿去将自己那些根本即担不起的那些重担放在自己的肩头上面。其实人真的很有限制，我们是没有可能会知道什么时间对我们才是最合适，我们最多只能够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和分析力来估计哪个时间是最好，但我们就是没有可能可以肯定。因为不要说究竟下一刻究竟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事发生都好，就算在同一分钟的里面两条街之外究竟发生着什么事，你和我都未必看得到。
而你和我的估计是永远没可能好得过上帝的全知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放手，亦都是最上算的，就是放手来到相信，就是只有神才是那位真正知道什么才是最合适时间的那一位。而当我们可以这样来到放手相信神是会有最合适的时间之后，其实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全心全意这样来到向上帝交托你和我的需要。弟兄姊妹，其实什么叫做交托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巴成日都讲交托交托交托，但你有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太明白什么叫交托，因为当你发现他们交托了之后，他们很快脆又会拿回来来到忧虑。什么叫交托？不是只是交托那件事的结果，交托的意思就是你将整件事情的主权，究竟这件事情会怎样发生的方式、过程，甚至乎的时间表，我们完全都交由上帝来到去决定。因为你明白到一样东西，就是神决定总好过我们自己去决定。而当我们有祂为我们作决定并且铺排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专注地很忠心地只去完成我们需要负责的那一部分责任。于是尽管你今天依然未见到神为到你所交托的那件事有任何的明显的举动或者进展，但你知不知道你都可以信得过，就是神会在最好的时间来到将最好的决定并且最好的安排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于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很全心全意的将我们的需要来到交托给这位的主。而到最后，当你愿意这样来放手相信神掌管最合适的时间，又肯全心全意这样交托你生命当中各项的需要的时候，包括去成全你这个需要那个的时间，你就可以开始去留意甚至乎去期待神究竟可以怎样在你身上来到完成祂的工作，给你什么的机会，甚至祂要怎样来到回应你对祂的祷求。老实说，其实我甚至乎觉得这一点比前两点更加重要。因为你若然有一份期待上帝的工作的心，是能够可以进一步去推动你用一种更加积极的眼光和态度来仔细留意神在你身上里面可以有什么的工作。你可以更加敏锐地来体验到神在你身上的里面可能会成就的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工作。你会体验到神好多新的事情在你身上面，又或者在你身边的周围来发生。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是可以这样工作的。原来上帝可以在一个这样的时间里面来工作的。而我以过去的里面，我以为这样才是适合我，但原来最知道什么是适合我那个是上帝咯。而今天他就赐过给我了。弟兄姊妹，当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的眼界一定会大开，你的心一定会大开，你就可以对着我们这位信实的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以致你对他的信心就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说神会不会迟啊？你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我相信迟不会迟，早不会早，时间一定是刚刚好。因为神是那位掌管时间的主嘛，他就会知道并且会选择一个最适合我们并且是整件工作的时间，就在那里将最好最美善的工作来到去完成。而既然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个艰难的境况当中，当我们仍然未见到前面的路要怎样走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仍然能够可以继续的去相信、去交托、去期待咯。放手相信神掌管最合适的时间，全心全意这样你都向神交托你和我的需要，并且期待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祂的工作。而我们就可以在一种我们仍然感觉到艰巨的生活里面，就是通过这三点，我们能够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并且更加的深刻经历
神的同在，神的照顾，并且合时的安慰。弟兄姊妹，你想不想试一下？我们今天我们都在一个困难的路段的里面，但我们不需要灰心，我们也不需要胆怯，我们更加不需要怀疑，因为我们这位的上帝就是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就是一位掌管时间的上帝，他会在他的眼当中最合适最美善的时间，将他最合时的供应和恩典赐过给我们。愿意我们就是这样，你就是透过经历不断操练我们的信心，并且让我们对他的倚靠更多的来到成长。到讲到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如我又邀请你从座位当中起来，我们用祷告来将我们来到交托给上帝，愿意神就在这一段的路途里面操练我们各人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一段这么不易过的日子里面可以更加体会他的实在和他的能力。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祷告。真的父神，我们多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超越时间并且掌管时间的主。神啊，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心并且我们的眼界其实都是很有限，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是我们眼前的这一刻，而很多时刻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生命就是被我们眼前那一刻的问题所困住。神啊，或许有时刻我们都在这里问着，神啊，究竟你几时先来？你几时先会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几时先将拯救带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但父神啊，今天的早上你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讯息，你告诉我们听，我们只需要交托你，只需要靠赖你就足够，因为你是那位掌管时间的上帝，你是那位超越时间的上帝，而你既然是一位美善又爱我们的上帝的话，你必定会为我们在最适合的时间作出最适合的安排。神啊，所以今天的早上愿意我们就将我们自己整个人都交托在你的面前。神啊，纵然我们眼前的里面还要经历更多的困难，我们一些不知道的将来，不知道要行一条怎样的路，但是神啊，你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你就是那位掌管时间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会迟，你的时间会是最合适的，我们就将到我们的需要，将到我们前面的路，就是这样交托在你的手里。神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仍然小信，就求主你继续的来到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透过在你里面的经历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贴近你，更多的倚靠你。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是我们的主，多谢你带领我们行人生的路，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仰望，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忘记你赐予我生，无忘记你信心，每天眷佑前路。
各位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的崇拜呢就今天去到这里了。到最后呢，牧者呢也都想鼓励大家呢继续呢透过奉献呢来支持教会的工作。你只需要呢使用呢在荧光幕上面的 QR code 呢，你就可以呢来到去通过我们在网上面的奉献功能呢来到作奉献的啦。又或者你说我可不可以用支票奉献啊，可以的。你只需要在支票抬头上面写 Koinonia Evangelical Church， 然后将支票呢寄入来我们的哥伦事工中心呢就可以的了。好啦，下个礼拜呢我们将会去到一个新的这个讲道系列。那我盼望下个礼拜继续的要跟大家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一同敬拜的了。愿主祝福你，再见。人在变，时代变，这世界在变，只有主你永不变。无助里，惧怕里，置身黑暗里，在你里面找到曙光。相信你是信实神，生命在你手里，你是盼望，叫我总不会失望。自信人小信，纵然失信，只有主你可信。沉默里，疑惑里，正在斗战里，只有主你赐予平安。相信你是信实神，前路在你手里，你是盼望，必与我们同在。你使我抬起头，勇敢面对风浪，见过我发愿，双腿使我不自摇动。你使我抬起头，勇敢面对逆流，我信心不改，盼望在于你。自信人小信，纵然失信，只有主你可信。沉默里，疑惑里，正在斗战里，只有主你赐予平安。相信你是信实神，前路在你手里，你是盼望，必与我们同在。相信你仍掌管。
使我抬起头，看见雨后彩虹。我信心不改，盼望在于你。我信心不改，盼望在于你。我信心不改，盼望在于你。处于新沙漠里，仍要赞你在沙漠放声高唱。有你同在，即使看不见边际，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在这荒野中，你是永活泉源，找到你，生命不再枯干。哈利路亚，在这荒漠中，你是喜乐泉源，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
有你同在，即使住身沙漠里，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狂风或暴雨，有你同在，未怕黑暗遮盖。你大能浮庇我，膀臂未曾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完全。无论明天会是成功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膀臂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成功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膀臂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与你一起冲破。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